我们先上电解水，装置长这样，就算长得不一样没关系，反正就是通电分解。好，我们教过了，纯水的解离度很小，是很弱的电解质，它不太会导电。我们为了帮助导电的关系，我们就加了氢氧化钠。老师说要记住，谁在正极生成，谁在负极生成。正极的会产生氧，负极的呢会产生氢，你要把它背好。然后呢，我说过了，会写字就会了。产生氧，这里有正，有正。负极会产生氢，这里有负，有负，有负，所以会写字就会了。正极会产生氧，负极会产生氢，啊，会写字就会了。然后我只是要帮助导电，所以那里面可以加硫酸，也可以加硝酸，也可以加氢氧化钠，但是不可以加盐酸，因为如果加盐酸会生成氯气，产物就不一样。好，有人考试有考说加硫酸是可以的，那我只是为了帮助导电的关系。好，给背正极产物、负极产物，然后就长这样。它的过程，因为我里面加了氢氧化钠，会有钠离子跟氢氧根，我有水，水会解离出氢离子跟氢氧根，然后我呢，我就接正极接负极。好，正极有很多的正，负极有很多的负，那么。这两个就过去，那谁作用？谁作用？钠的活性比氢大，所以钠喜欢变成离子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要得电子，所以谁会得？氢会得。钠喜欢变离子，所以氢会得。所以氢就得到电子，变成氢气，所以负极就生成氢气。这也是氢氧根过去，这是氢氧根反应嘛？对，氢氧根作用。讲到最后，那有两个方程式，有两种写法。我个人喜欢上面的写法，氢氧根过去作用。但是课本上给的是下一个写法，水过去产生氧气。这个写法有个好处，下面这个写法待会告诉你。下面这个写法的好处待会告诉你啊，就是氢离子它过去。OK， 所以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，正极产生氧，反应是长这样。我有两个写法，我个人喜欢上面的写法，可是课本写的是下面那个写法。课本写的是下面那个写法 ，OK， 正极会产生氧，正极会产生氧，然后负极会产生什么？氢，氢就是氢离子得到电子变成氢气，啊，就是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，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，谁在正极生成，谁在负极生成？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，请你要记下来，给他记下来，啊，给他记下来。那两个你随便挑个背就好了。但是我讲话课本写是下面那个，课本写是下面那个。OK， 那么反应是记下来，然后还有什么要记啊？什么质量会增加或减少，颜色会变色还变成那种，对不对 ？OK， 还有那个要背。啊，再来说，这是正极产生，负极产生，半反应写给你。还有要背的是体积比跟质量比。体积比是2:1，我们做实验，请你看它多少。质量比是1:8，体积比。所以有人考试的时候会画个图，这个我这个图里面有跟你写这里谁正极谁负极，有的图没有，没有画，没有跟你讲，就画个电池，什么都没有写。可是你看这就知道了，你看这边，你看到这里谁多谁少，你就知道谁是氢谁是氧，你就知道谁正极谁负极。OK。所以你要会背，你要会背我们的正极产生氧，负极产生氢，它的体积比是2:1，要会背。然后呢，质量比1:8，然后就有人问你的密度比怎么办？一等于 V 分之 N， 去算就知道。有人会问你密度比 ，OK？ 好，半反应怎么检验氢气啊？我们产生，这不是我们做实验替你做的吗？啊，我们产生氢气，我们都用什么方法做的？火柴，点火，对不对？那点火会有什么结果呢？什么结果表示它是氢气呢？这位帅哥叫做22，彪医生啊？什么叫彪医生啊？那边叫彪医生。那还有什么？爆兵生。还有什么？白烟吗？不是白烟。火焰。什么颜色？红。黄色。蓝。你说。
亲戚可能当然是火焰有爆鸣声，我们帮你示范的时候听过啪那一声嘛哈，听过有爆鸣声。那么氧气我们点火怎么检验的？氧气我们点火是怎么检验的？这位叫做九号，你怎么正好在前后？很好玩。氧气怎么检验？氧气点火怎么检验的？会有什么现象啊？现象，你懂啥？啊，本来有燃烧的，本来又有燃烧，怎么现象啊？讲清楚一点。燃烧更剧烈，请坐。羊有什么性？助燃性。很好。助燃性可以使余性复燃。OK， 就是这教过了。好，可以检验氢，可以检验氧。然后，极板的质量不会变，为什么不会变？它生成气体，气体不会附着，所以跑掉了，所以质量不会增加，也不会减少。水是无色的，所以颜色也不会改变。那基本上浓度也不会变，可是氢氧化钠浓度会增加，为什么？因为水变少了，你里面加了氢氧化钠，水变少了，所以浓度会增加嘛，所以浓度会增加，所以氢化浓度会增加。但其他什么质量啊、颜色都没有改变。然后这个实验注意事项：要用直流电，要用直流电，要用直流电去电体。啊，直流电，就我们讲过，我们这边教的都是要用什么电，都是要用直流电，直流电 ，OK。然后呢，氢氧化钠有腐蚀性，所以要你戴手套了。不过我们通常都没有戴嘛，碰到的时候要用大量清水冲洗。我们给的浓度也不高了，所以应该还好了。除非像某一个人的手那么幼这么细嫩啊，奶油桂花手，奶油桂花手啊，所以还碰一下开始是这样子 ，OK， 我这应该还好，反正就碰到大量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靠近的时候气产生比较快，就是我们这样讲的。针头如果比较靠近，气产生会比较快一点。好，然后回来。我刚刚说那个第二个方程式有好处，什么好处？你发现它会产生氢离子，对不对？那表示什么性质会增加？酸性会增加 ，pH 值会怎样？变小。所以你看到方程式就知道，有人会问，电解完之后会怎么样？酸性会增加 ，pH 值会变小，啊 ，pH 值会变小，啊 ，pH 值会变小，就是你要晓得的事情 ，OK？ 这就是有关于水的电解部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好。